这是九华门地狱院长早在500年前便在此地设立的天罚之阵，困入此阵之人修为禁锢，一切神兵皆不可用。倾城，你不要白费力气了，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去金陵宴的。师姐，你也不必太过担心，只要他不破阵而出，天罚阵就不会伤害他。至于这阵若是硬闯，就要受雷霆万钧之苦。可是倾城他生性倔强，我担心他。你还记得倾城曾与师尊说起过的那个在墨家的暗夜族人吗？记得。此人实力强劲，让人心惊。莫非是他？连师尊也不太确定。此事已禀报院长，你我都留心吧。嗯。瑶儿，给你做的好吃的，瑶儿。不对，何人对师姐下手，竟然如此狠毒？是罗刹洞的七星老贼，一帮无耻之徒。罗刹洞七星老贼？对，罗刹洞在我们青云阁的南侧盘桓，是一帮无耻之徒，他们一直觊觎我们青云阁的仙池，屡屡伤我阁中弟子。竟有此事？师父，此事不可坐视不管，不然会有更多弟子受到他们袭击。师父，我自然明白，我一直想将其从南部区域彻底拔出，只是这七星老贼一直行踪诡异，据说罗刹洞和暗夜族还有所勾结。又是暗夜族？
师父，青儿自知修为尚浅，恳请师父传授功法。青儿，师父对青儿恩重如山，那日若不是师父救了青儿，青儿都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。青儿想问青云阁出一份力。好，好。青儿，师父果然没有看错人，既然你一心向我青云阁，那师父就传给你功法。以你的天赋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我青云阁的佼佼者。多谢师父。那从今天起你就专心修炼功法，我会让你梦雨师姐带着你。好，师父。是啊，红了。哎，你让开，让开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出什么事了？让开，让开。哎呀，千秋啊，是这些年委屈你了。在九华门，我收获颇丰，习得诸多功法，何来委屈一说？你也知道，你习两家之长，倘若这次我让你代表雪云国出战，你可愿意？弟子愿意。甚好，你与叶无缺一战，你可有几分胜算？回禀公主，高手之间对决，胜之分毫，何来胜算一说？你看千秋今日状态如何？心无旁骛，自然无往不胜。若你所言非虚，那个叫秦问天的弟子真的不会出现的话，那本次君临宴没人能阻碍千秋。秦问天，一颗玉泥石。哇！哎，疯了吧你了吗？是你的，肯定是。哎，我说醉酒仙，秦问天最近连个鬼影都没有出现，说不定啊是被哪个仇家给杀了，或者不知道偷偷藏去哪儿消快活去了吧？你是喝多了吧你？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！哎，安静！你们懂什么？秦问天，那可是登上过霸王台十二层，敲响奔雷鼓，举国震惊的人。他你们都不压，还赌什么钱啊？我就压他，买定离手，不敢了。买定离手。叶无缺，哎哎哎，让开，让开。这手干嘛呀？这是，你看，这是。Thank you.
父王。九华门来人之中，为何没有莫倾城？兴许是有些事情耽误了。以儿臣分析，今天这种情况，莫倾城定会来替秦问天参加君临宴，并且为了夺得魁首，他定会与洛千秋争个你死我活。这种拼命之下，只怕是洛千秋也无从招架呀。宾客均已落座，唯独不见莫倾城的身影，该不会是？摄政王、冠军侯，眼下各方豪杰齐聚，宾客也已经到场，不知二位准备何时正式开始君临宴呢？萧公主可是心有不安呢。摄政王多心了，我对千秋很有信心。在下听闻贵国的倾城郡主容貌清丽出尘，乃是大义国第一美人。不仅如此，郡主似乎修为极高，寻常人等在其手下走不过几招，不知今日可有幸得见。确有此事，公主只需拭目以待便可。哦，只是这君临宴召开在即，倾城郡主似乎并未到场啊。公主太多虑了吧，想必郡主是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如此甚好，这君临宴本该是强强相争才会有趣不少。本侯在此，先敬诸位一杯，我先干为敬。今日我义国举行盛大君临宴，凡轮脉境以下、元府境以上的青年，皆可踏上高台参加君临宴，一展风采。诸位，以下站台诸位可以自行选择，而后将进行点将淘汰赛，赛后会有九人晋级，战至最后两人，九人晋级者将是君临宴上榜之人，随后九人将进行排位决赛。师父，九华门的秦问天和莫倾城怎么还未到？是啊，按理这洛千秋是九华门的人，可他现在却效力于雪云国，他的实力可不容小觑啊。九华门是该用心应对，否则这君临宴的魁首怕是要落入雪云国的口袋中啊。嗯，雪云国九玄宫洛千秋向诸位讨教，终于肯承认自己雪云国九玄宫的身份了。师父，让我去和洛千秋对战吧。不可轻举妄动，此事没有那么简单。九玄公主萧兰到我大义国一定是做足了准备，静观其变吧。
师父，让我出战吧。站住！现在庆城已经不能代为参加了。以你现在的功力，你能敌得过洛千秋吗？师尊，不如让我去试一试。我也行。我倾城代表秦问天迎战诸位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出去。真的破了天罚阵，吴修罗，在。
开始吧。是。军令宴首轮比拼，开始。极了黄，属下也觉得这个莫倾城有几分主母当年的风采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主母已经走了500年了，圣君，这也许只是巧合罢了。
瑶儿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只是有些担心倾城罢了。洛千秋出手真是心狠手辣，而且倾城如今又带伤，只怕是讨不了好。二弟，此处乃王座，当留心你的行事。大哥教训的是。小吕，当知日后你是雪云国的君主，所作所为如何担当得起君王这两个字？我知道了。Thank you.
爹。你最近跑到哪儿去了？到处找你都不见人影。女儿知错。秦问天，你终于来了。父王，这种形势再发展下去，恐怕秦问天真的能赢洛千秋。哼，你以为一个秦问天能有多大的本事？他如果赢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当着天下人的面，孩儿束手无策。他要是说了呢？他得罪的人甚多，不用我们，自然会有人找他。可你要知道，他无论输赢死活，他背后可不只是一个秦家。那是九华门。如果他真的赢了比赛，难道要让他去拜建成吗？当然，我要让天下的人都知道，我一恒说话一言九鼎。父王，可是这……你觉得秦问天比这当年的公羊红如何？远不如。听说公羊红一人剑挑前三，压制到三人毫无还手之力，这公羊红连气息都没乱。你还记得当年公羊红出拜剑城时的情景吗？儿臣记得父王说过，这公羊红走出拜剑城之时只用一口气吊着，若非青云阁早就死了。所以啊，还是父王想的周到，这秦问天根本用不着我们动手。退下吧。是。吴修罗。臣在。哼，那就继续吧。继续决战。
这里是哪里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故弄玄虚。这是我的睡梦星魂，你在我的梦境里注定失败。萧公主，看来这次又是我大意胜了。大意，果然人才辈出啊。那就有劳萧公主，宣布胜果吧。此战，秦问天胜。